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看一下面包超了什么？长按，要长按。看一下面包超了什么？旁边吧。放住就好。
好，那你们。
不骂了。哎，姐姐呀！因为大家还没过完，要去第三关。你回来不要讲话。我们班有人打到哭了，你看那个。一半就哭了，跟你讲，我前面就钢铁人在比，有啦，我们班有一个比较一半就哭了，因为只在外面骂，场外的一直呛啊，这个球员那个炮手那个，你叫哪样发球要整那个崩，连网都不动。没有，自动发球机上网边轮到哪一个来发球，哪一个拿一把，没有。中拉去，气压太僵，干了一个爆人。对啊，然后一线下来有没有？我不要因为太远了就狂炸啊！死人了，那么好，赶紧扔，五分钟然后飞机就好了嘛。然后发球过去，阿妙，你要把球的往后旋转速度加到最高，有没有？打到那种直接往后。好像正坐出来了。正坐出来了。如果你们在炮管内的话，把气压的那个位置调整的话，就坐出来。直接买大钢琴就好了。就固定式的那种大人放两边，一瓦系统来搭那个，然后牵一条线直接往中间。来，给他气压按太大，球还没进去就爆了。我靠，还在跟上去！
上次发球就打我，我感觉怎么样？但你那球没有挡，就这么爆掉哎！屁呀、啊！我这样先挡了，然后再转，然后再从那地方插过去，离他这边一脚很射，这样跑跑一会儿。欧北怕哎，对狼怕。啊、你们真的很强哎、欸！廖选、啊，你直接嘴炮三小啊！我们班人被你骂到哭了，红尘啊！恁四个尻川蛋拢袂晓徛遐济，我不用讲。我身手不错哦，开始之后永远不会动的样子。对。好。没有，没有触网，没有触网，没有触，没有吧？没有。你想他为什么触网没犯规吗？因为你们班没有拦网。哇，他手打网子吧？手打网子，来，你去当裁判。来，来，吹哨。别闹气了。啊，刚刚吹哨被人超屌。啊，你两个没跟你上过。龙哥呀，你们两个怎么没有去上课嘞？来，给你们工作，帮我去那个。里面有个大弟，有我的吗？我们现在的人一开始都很女生啊，一开始女生就给你们压力太大，跟你讲，他们发火要发好，那我也要听的。
尝试嘛。小米换牙签。
啦，要讲几次啊？拿过去了，好，这些碗注意放我桌上。谢谢。好，现在移动了。
哇哇哇哇哇哇哇到，哎，照过去啊！技能开啊，好不好？